剑叫做咩名啊？呢把剑叫住世好剑，系阿爹铸造得最好嘅一把剑。咁武功重要啊，定系一把好剑重要啊？一把好剑可以令冇武功嘅人生出霸气，亦可以令武功高强嘅人如虎添翼。但系咩人用呢把剑先系最关键？允儿，你一定要记住，仁者无敌。云上舞，风里动，难度高，天高。门外雪，各自收，难度会更好。云追逐风也好，地追逐天也好，忘掉你，忘掉我，没有低，怎么会有高？爱独回到余生，宁愿有罪有别有人恨。没有风碰着云，谁又知风声近？爱若来自怨恨，要恨也得讲缘分。云下雨，风里走，寻觅我方土，人未老，爱已老，离别却太早。云追逐风也好，地追逐天也好，忘掉你，忘掉我，没有低，怎么会有高？天下会响雄霸帮主嘅领导下，如今声势浩大，真系如日方中。嗱，黎菩萨，咁你知自己赞自己啫。成个天下会嘅风水格局都由你负责，天下会即系你好啦。但愿如此。你文丑丑乃系帮主最得力嘅助手，果真系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老哥，伴君如伴虎，你睇我好，我睇你好嘅啫。帮主好心急等紧你噶啦。帮主，参见帮主。你嚟咗？你我相教多年，深知我性格。同剑圣之战，你认为我有几多分胜算？帮主今时今日嘅武功盖世，江湖上无论是南无名北剑城，恐怕都不是帮主的对手。黎菩萨，你几时讲嘢学似文丑丑咁啊？帮主，不是我教他拍马屁。如果你一次能一举击败剑城，恐怕天下就指日可待。不过小人可以话俾帮主知，与剑圣一战，恐怕要多等十年。点解咁讲？时机未到呀。
帮主送俾你。咩嚟噶？金轮起时似中物，一遇风云便化禄。呢两个时辰八字，就是帮主将来要收的两个徒弟。他们的名字里面，一个有风，一个有云。风和云，风本无形无相，无一刻即止；云亦聚散无常，飘渺不定。至于怎样可以找到风和云做帮主打江山，就要看帮主的机缘福分。找到又怎样？帮主的上半生将会所向无敌，我下半生又如何？先找到风云再讲。文草草，是帮主有什么吩咐？无论你用尽什么办法，一定要同我找到风和云。是。这个盒是由波斯巧匠所制，叫做乾坤罗仪五行大宝盒，上面共有108种天干地支，帮主机智过人，心思盖世。若然能够将上面108种天干地支砌成阵式幻元，宝盒自然能够打开，而帮主下半生的批文亦在其中。到时我黎菩萨自然会俾帮主一个答案。此盒切忌用硬力强行打开，若然用强，里面的波斯火气就会引发爆炸，玉石俱焚。好，我红霸就不相信打不开这个宝盒。天下会议，凡告示所列时辰八字之男丁，必须向天下会上报，以立为弟子。庄主，庄主，庄主，天下会揾少爷嘅时辰八字。经魂的时辰八字，千祈不要泄露出去。嗯，知道。经魂，过来啊。喂，别食饭了，快点啊。快过来。阿爹教你冰心决练成点？放心吧，阿爹，风儿并冇荒废。水淹大佛室，火烧灵魂窟。阿爹啊，呢两句说话系咩意思啊？呢条江嘅水位不定，传说话如果水位浸过大佛嘅膝头，山上的灵魂窟就会着火而焚。咁咪真系成个乐山镇都俾佢浸埋？阿爹都孭咗风儿好耐，自己落地行一段路。我中意阿爹孭住嘅感觉啊！阿爹啊，我哋系咪可以见到娘亲噶？
过同风儿讲？风儿已经十岁啦，唔再系细路仔啦。应承阿爹，以后唔好再有面子睇你娘亲。水，所有女人都唔系好人。红爸，我已经归隐田园多年。你仲何必喺度苦苦相逼？南山岭上火轮烈，北海前深雪饮寒。我一生嘅愿望就得到天下十大兵器。你有雪饮狂刀就系死罪。雪饮狂刀我已经埋喺深山。今日你要打，我就以足待刀。啊！喂！若然由我胜出，雪饮狂刀或转夫人，我饮取其一。今日之战若我败阵，火轮剑归你所有，必须为你狂言付出代价。猎人王，今日你以足足兵器，都系第一回合。我俾两年时间你，到时你带埋雪饮狂刀到灵魂窟揾我。袁夫人，今日我带走啦。留喺度等阿爹。阿爹，我希望你带娘亲翻嚟啊！你一个人，英大哥，呢两年过得点啊？我开心。猎人王，到而家你仲未明白？当日喺雁营愿意跟我嘅，并唔系我强迫佢跟我走嘅。英，唔通你冇发觉到，自从你退出江湖、归隐田园之后，我从来都冇笑过咩？我要嘅男人系叱咤风云嘅真汉子，我要每个慕名拜会你嘅人都同样咁尊敬我。终于都明白了。
我知道只有夺你所爱，先至能够激发起你嘅斗志，逼你使出雪饮刀法嘅绝招。讲个秘密俾你听，呢两年佢对我嚟讲，只不过系泄欲工具，我根本冇爱过佢。好败太好啦！你死就是我亡，不过我有个请求。请求？你即管讲。聂某有毒子聂风，若果今日我战死，请你放佢一条生路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帮主有令，只要你教出你个仔，佢绝世好剑，威扬天下会，可以免你一死。行为肉碎，不作假传。就算杀晒你全家之后，都揾唔到把剑。把剑已经俾我毁灭咗，就算俾你哋揾到，母母父子嘅血都开唔到封。做个细路，系咪薄擎天个仔啊？可能唔系，因为佢一滴眼泪都冇流过。将个细路同所有剑带翻天下会接讲。好。
冷静啲啊！冷静啲啊！喂喂，系我爹救你翻嚟噶，唔系你一早俾豺狼担咗去啦。唔使望啦，呢度系天下会，我叫孔慈，系帮主个女，佢叫秦山。你已经晕咗两日两夜噶啦，饮杯茶先啦。你饮完茶，我带你食饭啦。咁热你都饮得落嘅？我主一命，天下一心，上天下地，唯我独尊。我主一命，天下一心，上天下地，唯我独尊。以三年嚟，天下会发展得十分兴旺，已经成为武林第一大帮。为了加强阵容，安排接班人，我今日宣布收秦商、杜京云、叶枫为入室弟子，授予天商权、派云掌及封神腿，助我天下会雄霸武林。多谢天下一心。君之战未能预约，延期十载，再决生死。泥菩萨啊，泥菩萨，果然洞悉天机。全部出招！洪堂主系万金之躯，小人不敢。如果我连每日偷袭都应付唔到，咁我就死有余辜。洪堂主，洪霸帮主有令，佢要见你同神风堂堂主。将你踩死，送去小师妹间房。系。小师妹，呢度系天下会禁地，我哋唔入得去噶。对人哋嚟讲就系禁地啫，但我系佢女。呢度系剑冢，系藏剑嘅地方，就算唔系禁地，里边都可能有危险。就系危险先叫你哋嚟，你哋唔敢嘅，我咪自己入去咯。你哋两个入去啦，我帮你哋把风。都系弟兄锡我，行啦，风声。红颜祸水，哇，好多鬼火啊！呢啲唔系鬼火，系萤火虫。我要捉啲翻去，啊！Thank you.
喂喂，有人啊，走啦走啦，好，走啦。杀所赠，如果加埋另外两句，就足以参透老夫一生嘅运数。另外嗰两句，那系收埋喺呢个宝盒里边。我砌咗十年，仍然揾唔到答案，而泥菩萨亦都失踪咗十年。相宜，风儿，我已经等得不耐烦，我想你两个尽快同我找泥菩萨出来。江湖传闻，欲见泥菩萨必先夺火猴，你们可以循着这个线索去找的。乜，你不是同我一起去咩？哎呀，我哋呢条门口狗嚟噶嘛，一出天客会门口咧就红颜薄命，风雨飘摇，我哋顶唔顺呢日晒雨淋嘅日子咯。云走走，系风儿，你个风神腿上欠实战经验，所以今次派你出远门，凡事小心，要听大师兄说话。风儿知道。云儿，你另有要务。徒儿听候差遣。无双城独孤一方大仇，意欲同我结盟。我曾回复，为表诚意，应先送我无双剑。所以我想你去无双城走一趟。徒儿一定会将无双剑带翻嚟。我想你带翻嚟嘅，唔只系剑，仲有独孤一方嘅人头，办得到吗？办得到。你个排云掌已经有我七分功力，加上有麻英蝙蝠相助，一定可以成功。阿爹，我又要去。哦，小慈，你想出门咩？点解佢哋去得，我唔去得啊？好啊，咁你想跟风而去，抑或云儿啊？你去杀人，我唔跟你去。风声，我跟你去。师妹啊，我哋唔系去玩噶。我又唔系去玩咯。路见不平，行合仗义。天下会唔教人行合仗义嘅？云草草，废话少讲。你哋准备行装，听日出发。系系，师傅。小慈，你留低。哦。云仙，你系咪同小师妹入过剑冲禁地？系啊，不过你千祈唔好话俾师傅听。
喂，小辫子，我爷爷。喂，小辫子，小辫子，唔好走啊！此乃士兵之敌，快啲走！再撤退！司徒主，我敬重你系少林高僧，将火交俾我。善哉，善哉。我哋无双城想要嘅嘢，冇人可以拒绝嘅。玉寻礼菩萨。必先夺火候，你哋无双城揾泥菩萨，所为何事啊？我啲六十大寿，我想泥菩萨同佢祝贺，同佢老人家讲，佢可以长命百岁。寿由天定，如果泥菩萨同你爹讲，话佢生日嗰日系死忌，咁又如何？乱噏，无双城如日中天，就快同天下会结盟。阿爹会成为江湖上两大巨头之一，到时睇怕你少林都要拍我哋马屁。鼎里面嘅火候乃是少林之物，俾泥菩萨偷咗，自然物归原主啊！唔交出火候，睇怕你翻唔到少林。烈风前辈，多多无妨。走啦，呢度就嚟要打交，我哋快啲走。老人家慢走，睇戏睇全套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何况外边可能仲危险。来之可人，胆敢冒犯。善哉善哉，封神腿，天双拳，连天后会两位堂主你都唔识，仲讲咩结盟？有时人多未必有用嘅。无双城天下会即将结盟，咁大家即系自己人啦。自己人点解打自己人啊？诶，说话唔好乱讲，你唔好同我哋立乱拉上关系。你睇你哋，以咁多人吓个和尚，好人极都有限。咁即系话我人多人少啫。会唔会出手太重？我只系废咗你哋武功啫，一啲都唔过分啦。阿弥陀佛，大师，我烈风第一次行走江湖，希望你可以俾个薄面我，借火候一用，一个月之后自当凤凰。我讲过火候乃是少林之物，如果你一定要借，你同嗰几位事主又有冇分别咧？但系冇咗火候。即系揾到泥菩萨，我点向我师父交代？又系要揾泥菩萨？你哋根本冇放在眼内。冇错，冇错，收声！大师，火候之事就请你开个方便之门。恕难从命，前辈，多多得罪。火候在我手上，你们慢慢打。师弟，不用追了。为什么？我们抢火候无非是找泥菩萨，既然泥菩萨在我们面前，我们又何必追呢？前辈不必再隐瞒身份了。到底都是被你们看穿了。
苏文丽菩萨是天下第一易容高手，一位老人家见到咁嘅场面仲咁淡定，一定唔会系普通人。更何况细路女天真烂漫，一见到火候就忍唔住叫咗出嚟，仲唔穿煲？爷爷啊，佢哋捉咗火儿去边度啊？你放心，佢哋唔会伤害火儿嘅。我一生泄漏天机太多，所以遭到天谴，身上长满毒疮，只有火候先能够吸走我毒汁脓疮，解我痛楚。希望两位能够帮我揾翻火候。前辈放心，我哋会尽力而为。咁我就放心，我哋走。红爸一定等得好心急。请。只独孤明为你设下啲三日三夜嘅鸿门宴，佢点可以唔翻嚟趁下热闹噶？个傻仔话，佢帮我揾泥菩萨翻嚟贺我六十大寿啊！有冇天下会嘅人到货啊？城主仲未有。堂主已经办妥，独孤一方的情绪看来很兴奋，无双城上下已经到齐，除了他的独生子独孤明。四更时分出发。是。孙晚辈迟来捉手。哦，原来是飞云堂堂主步惊云。家事有令，一定要攞到无双剑。天下会的人咁卑鄙，堂主有伤口，菩萨我斩草除根，点解咁噶？你们死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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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想，只有天下会自做得到。阿弥陀佛。风师弟，你在这里想什么？我爹在这里死的，是师父在这里救回我。
江湖传闻喺灵魂花入边有一种神力叫血菩提，食咗能医百病，增进功力。但可惜从来冇人成功入到去，又安全咁翻翻出嚟。因为传说有只神兽火麒麟喺度守住。风堂主，你知唔知你阿爹系同边个比武噶？神相，你都听过呢件事？师父话嗰个系南轮剑手，一样死喺灵魂窟。两位可否答应我一件事？前辈，请讲。小辫子只有父母双亡，我系唯一嘅亲人，我希望可以揾户人家收养佢。神相认为今次去天下会会凶多吉少，时辰已到，黎菩萨降光，战神立步。大伯，阿爹被人害死，死得好惨，无双城剩翻我哋啫。大伯，你要帮侄儿作主，帮无双城，帮阿爹报仇啊！大伯，大伯，你一定要帮佢报仇，报仇啊！嗰对夫妇应承收留小辫子，风堂主心地善良，天下会若果人人似你，武林就可以安宁啦。王八岭一弟子步惊云，现况如何啊？云师弟性情孤僻，喜怒无常，但系武功可能我哋三个人之中最高嘅一个，就系天。剩低呢个烂铜烂铁，如今谜底已经打开，我想你解释俾我听，呢两句系咩意思？成也风云，败也风云。咁究竟点解？天命难违。傍住十年大运已过，如今乃系运程逆转嘅关键时刻。成
也风云，败也风云，明显证实我下半生将会为风云所制。古帝批言里面所讲的风云，是否就是我徒儿烈风同埋暴惊云暴夺主权？十分明显，天意如此，宿命难违。天意，老夫唔信天意，更加唔信命运。帮住读信命你一生，如今竟然唔信，世人就系咁，啱听嘅就信，唔啱听嘅就唔信，简直自欺欺人。人地胜天，以云由我所压，我父要逆天改命。四大名器，一刀三剑都是稀世奇珍，雪饮狂刀和猎人王都葬身在灵魂佛内，绝世好剑至今下落不明，剩低的火轮剑还有这把无双剑，到现在已经尽归我所有，真是人生快事。云儿，你果然没有令我失望。师父教导有方。好。阿爹，女仔人家冇啲矜持。我知道云仙翻咗嚟，人哋心急想见到佢啫嘛。多谢师妹关心。边个关心你？人哋关心嘅系你仲争我啲嘢，有冇啊？小慈，文师兄赞你乜嘢？爹，阿爹你中意收集天下间名剑，我同你一样中意收集古炼精怪嘅石头。文师兄仲争我十九块彩色嘅石头。胡闹！帮主，帮主啊！天商堂主同埋神风堂主已经翻咗嚟啦。佢哋喺边？他们现在解剑碑不敢入来。起身吧，失去泥菩萨只怪你两个江湖经验尚浅。多谢师父。多谢师父。幸好云儿能够不负任命，顺利将无双剑带回来。徒儿先翻入飞云堂。哼，这个暴惊云，桀骜不驯，绝世孤绝，已经十年了。独孤一方死讯传出之后，相信剑圣很快会来找我，完成我们美元的生死之战。所以为师要闭关练功，修炼三分归元气。
你哋过嚟。但系喺闭关之前，我仲有一个心愿未了。三个徒儿之中，你最纯品正直，风儿。我打算将小池下嫁于你，我会为你哋两个择日成婚。小池，唔通你唔中意风师兄？我唔知啊。照顾小姐。师父啊，婚娶嘅事迟啲先讲啦。我同你父亲猎人王有指腹为凭嘅婚约，以前因为时机未到，所以先至冇话俾你哋听。其实你同小池自细青梅竹马，简直系天造地设嘅一对。如果你唔答应为师嘅，你叫我点样安心闭关练功啊？风师弟，恭喜你！安珠，肥妹，话俾你哋知啊，冇错，我系好中意风声，但系亦都中意云声啊。小师妹，我系风师兄。小师妹，风师兄，我有嘢想同你讲。入嚟啦，呢度又唔系剑冲禁地，冇人罚你噶。我讲完就走噶啦。讲啊。我记得。师父收留我回天下会的时候，你是第一个斟茶给我的，我觉得很温暖。阿爹说如果不是他收留你，你就被豺狼担了去了。我还记得的，所以师父今天讲大婚的事，我觉得很高兴。不过我知道感情的事是双方的，我不知道师父是一厢情愿你还是你自己自愿。不过你不愿意的话，我不会勉强你。小师妹佢知唔知道？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几时轮到佢作主？你嘅眼神同我喺十年前收你为徒嗰日一样。如果你唔高兴嘅，大婚当日你可以唔到场。我哋两户最德高望重嘅人，你今次一定要帮下我哋啊！我哋有病，可以揾你尽解疑难杂症；我哋有事，你又可以为我哋排难解纷。我哋系最敬重你。而家天灾连连，天下会又苛捐重税，我哋实在好难生活落去。你一定要为我哋作主啊！好啦，我就代表两户去天下会揾洪伯，讲出你哋嘅苦况。
多謝於大俠幫忙，多謝。請嘅，請嘅，請嘅，請嘅。你哋翻去先啦，過兩日我會同阿楚楚出發，起程去揾紅伴。我哋翻去先啦，楚楚。阿爹啊，你睇下你隻手紅曬啦，隻手好似唔屬於我咁嘅，一發作起嚟咧就痛到入心入肺嘅。人哋话能医百病，其实我能医不治啊！真阿爹啊，我哋系咪真系去天下会啊？嗯，好嘢！我终于可以出去见下世面，可以闯荡江湖，人浮于事。你讲乜嘢啊？我讲嘢啫嘛。嘿，上面上面，天生堂主啊，天生堂主，喂，你哋试试先。喂，丑爷，你搞边科啊？一阵间新郎哥要挂啲住喺心口啊嘛，啲假牙义气睇下够唔够照先。哎呀，你年青纯白喎，你掂唔掂噶你？白得过你？小师妹要嫁人啊，咪失落咧？冇啊，边个讲噶？我睇住你成个大噶，有咩唔知啊？喜欢一个人都希望他有好日子过，封师弟心比善良，小师妹能够嫁给他都算是一种福分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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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天下会红发嫁女，我武当子怎可以不来趁下高兴啊？新郎哥恭喜晒啊！听说未来阿嫂如花似玉啊。新郎哥在下天，哎，在下天商堂秦商，谨代表家师欢迎两位前辈。原来你就是鼎鼎大名的天商堂堂主。红伯有三大爱徒，拳、掌、腿，各有所长，可惜冇人识得用剑。阁下咁中意用剑，莫非你就是那位视剑如命的剑？冇错。几帖啊？唔该。在下于岳，来自两湖，代表十六镇320乡，有事求见红霸帮主嘅。几帖啦？乜天下会办喜事咩吓？好啊好啊，我咁大个女都未饮过喜酒啊！哥哥仔啊，今日你拜大寿、结婚、你生仔啊？喂，坐坐。咦，今日人山人海，多一个唔多，少我一个唔少，俾我哋入去开下眼界啊！咩事？丑爷，在下于岳。阿白面哥哥啊，不如俾我哋入去饮啊！哎呀，好臭啊！乜咁大阵嘴啊？系女人味嚟噶。女人味？哦，我哋常年喺深山采药，呢啲系药味嚟嘅啫。你话采药啊？吓，你就系嗰个能医百病、麒麟臂于岳啊？正是。我代表帮主谢过你啲礼吓，你跟我入嚟，我哋饮完喜酒再讲下。好好。嗯，哈哈。整少少啦。你出去先。系帮主。阿爹。今日女儿出嫁，令到我特别怀念你个娘亲。你真系好似佢。乜我真系好似娘亲咩？你一出世，你娘亲就难产而死。咁多年嚟，我虽然曾经有过其他嘅女人，其实我心中最爱嘅，始终都系你娘亲。我一直仲以为爹你系铁石心肠添。
小子，你知道阿爹最希望得到嘅系乜嘢？唔系绝世嘅武功，亦都唔系天下第一嘅虚名。我最希望得到嘅系我女儿嘅幸福。我希望你嫁得好。阿爹。你要老本分出嚟，今日无双城揾你算账。独孤明，就凭你想嚟天下会捣乱，未免太不自量力。天下会派人灭我全家，杀我父亲，夺走无双剑。就算今日我独孤明帮唔到手，我都要红霸出嚟向武林交代，明白？还我无双城，还我无双剑，还我无双城。释武尊，有关你事？出家人慈悲为怀，所以本座答应个小城主。坐得沉灭灭门的惨案，希望大家不看真面都看佛面。今日是我红霸嫁女的大好日子，任何江湖恩怨都不能够打扰今晚的酒兴。天下会虽不如武当少林咁源远流长，不过相信冇人敢否认，我帮以具有领导群雄嘅地位，算我雄霸狂妄。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阿弥陀佛，既然帮主讲得咁明白，本座亦都息事宁人。小城主，你觉得点呢？我独孤明学艺未精，连神风堂堂主都不敌，有边有资格挑战红霸？今日我系帮大伯剑圣送帖而嚟嘅。立秋之日，决战之时，十年约会，而应了断。我等呢日都等咗好耐啦。哎呀，咁就好啦，冇事就好啦吓。嚟嚟嚟，大家饮翻杯吓，起乐起乐。如果是新娘就好了，整个男人头咁，有人要你就算了。你神风堂主既是帮主的爱徒，又是帮主的乘龙快婿，你拜过堂之后呢，就亲上加亲了。凤仪，成亲之后要好好对待小慈，知道吗？孩儿自当遵从。拜堂拜堂。快住！云师弟，云清，同我走。吴京云，有我喺度，点轮到你放尸啊？
我仲以为你唔嚟添。点解要应承嫁俾烈风？你从来都唔问点解噶。我唔可以容忍第二个男人掂你。我嫁俾佢，一样可以同你一齐。小雪，翻过嚟。十年嚟，我都会听你话。今日我要带阿慈离开天下会。你系男人嘅，就要抢翻自己嘅妻子，唔好俾天下武林耻笑。你要为自己名誉而战。阿芝，佢早已经有个人，难耐。阿芝，系咪？对唔住啊，冯师兄。点解你仲要同我结婚？你有冇爱过我？你唔爱我唔紧要，我宝京云爱一个人系唔需要解释，你永远都系我嘅。师父，我杀错小子。多谢先祖庇佑，凤儿终于怀有身孕，将会替吕家增添男丁，开枝散叶，亦都为合王府薪火相传，五世其昌。先老爷保佑，媳妇一定会好好养育吕家子嗣。来福，好好地看守呢个庙堂。
虽然有千年冰魄护身，但系对先老爷嘅遗体都要小心照顾。知道。风儿，坐。嗯。来者何人？报经云，想借千年冰魄一用。咩话？千年冰魄乃合王府家传之宝，你凭乜嘢将佢攞走？只要你肯借我，报经云愿意接受任何条件。报经云，千年冰魄乃系先祖陪葬之物，你为所爱之人甘愿冒险犯难，我龙咒亦都好佩服。但系你有冇为我哋谂过？如果俾你攞走嘅话，我哋点向列祖列宗交代？呢啲系你嘅事，与我无关。系咁算啊，崇明。送客。千年冰雹，唔想伤人。众星伴随，快看看满天星泪，日一对，夜一对，萤火一对对。口令中地，闲人不得来进。唔想死嘅就走。
看今夜离开的决心，今后从不爱别人，心问谁可替代你，又谁可替代我爱你的灵魂。在昨天情迷意乱，怎会是我？明知痛苦怎么会犯错，痛苦之时令我这翻小池私生案，边个都唔可以带走佢。就凭你，你嘅排云掌我仲有一息未传俾你。今日我就破例施展，等你死得痛快。水先能够发挥威力，已到黄沙万里。我跟踪你嚟到呢度，先至现身。我睇你仲有几多血可以流，我要用你嘅血嚟制我三分归元气。看看有人暈在這裡啊。哎呀，是創新南那個薄嬌雲啊。蛤？薄嬌雲，薄嬌雲，哈哈哈哈哈哈，給你回個女王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喂，副高手，副高手。你一定好喜欢那个女仔啊，你就好啦，昏迷和清醒都懂得喜欢人的。
坐坐。你做咩啊？冇嘢，佢嘅声好轻啊，我出嚟攞啲药啊。我四周围查探过噶啦，红伯打死佢自己个女之后，步惊云就连尸体都抢走埋，闯咗好大嘅祸。系红伯喺后陵将佢打伤成咁嘅，唉，佢两师徒真系唔知点解会有咁大嘅血海深仇。我觉得佢好可怜啊，佢冇咗个外人，又冇对手喎。阿爹啊，佢会唔会变成残废噶？女啊，但系你要嫁人啊，记住要戴眼识人啊。边个话我恨嫁？睇你个样就知啦。又系你讲嘅。我哋学医嘅人啊，最紧要系借势为怀，行下仗义，唔理好人定坏人，救得一命是一命噶。你哋做咩啊？爹啊！爹，你点啊？你都唔肯嫁啦，爹。一手臂，自从我呼应咗麒麟臂成功之后，就一直同我身体抗衡排斥，好似唔受我管。我亦都控制唔到佢咁，坐坐，你快啲通知树根叔同辣椒叔佢两个，嚟帮佢换臂，快啲去啦！自从步惊云嚟咗之后，我就有一份好平静嘅感觉，只手臂好似等紧嘅真正主人出现咁。我决定将呢个麒麟臂送咗俾佢。步惊云，你遇到我两父女，就当我前世欠你，今世还。良药苦口啊！你系我叫草草啊！你啊，昏迷到四日四夜啦！如果唔系我同阿爹叫你翻嚟啊，你实死噶！我只手唔该，你只手系我同你换噶。醒翻啦！呢手俾我，我而家送咗俾你。我哋见过啦，喺大分阁。坐坐。呢个麒麟臂亦都揾啱佢嘅主人。多谢。大恩不言谢。步惊云，你个伤啱啱好翻，需要多啲时间休息。坐坐。我哋出去唔好阻住人休息。我为佢死咗啫嘛。而家人哋有手臂啦。孔爷，呢两个月嚟，你每日净系识饮酒同埋瞓觉，仲系咁落去，你会变废人一个。废咪废，你又等我啦。我命令你同麻英蝙蝠去灵魂窟攞血菩提，嗰度就系你父亲当年丧命之地，你好自为之。云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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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云星。
黄大哥，黄大哥，食饭啦！你仲好挂住佢啊？唔怕讲俾你听啊！嗰日我喺听校会嘅时候啊，见到你中意嗰个女仔啊，佢着住件好靓好靓嘅新娘衫啊，我都唔知几羡慕啊！你叫楚楚，系咪因为你楚楚可怜？梗系唔系啦，湖南又叫我楚嘛，我又喺呢度出世，所以咪叫我楚楚咯，就系咁简单。讲起身嚟，好多谢梁父女救咗我。唔使多谢，你会唔会翻天下会啊？我一定会翻去，我要报仇。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没朋友亦都没爱，而我就是这一种人。阿爹，我喜欢你孭住我的感觉啊。封堂主，饮啖水先啦。嚟，上呢啲系咩嚟嘅咧？血菩提啊！呢啲一定系血菩提。帮主讲过，食一粒已经能够增加功力嘅。走啊！快啲走啊！我哋攞咗佢出嚟啊！你今日搞到只嘢走出嚟，麻烦噶。
房主，你唔会怪我哋啊嘛。当日无双城上下296口就系饮咗呢啲无色无味、富强食骨嘅毒药，俾暴徒主所杀。点解咁做？帮主有命，属下不得不从。冇理由嘅，冇理由嘅。我哋割你嘅人头翻去，再攞埋去菩提，我哋立大功啦！最多我俾翻啲血菩提你啊！咁大家当无数咯。
文丑丑啊！哎呀，恭喜帮主，贺喜帮主，你终于练成奇功，盖世奇功啊！你讲紧乜嘢啊？呢个剑圣不自量力啊，挑战帮主你喎，佢都唔知道帮主你已经练成咗盖世奇功，即系顺应天命啊！顺应天命，顺应天命。文丑丑，你口甜舌滑，简直系胡说八道。小人不敢，小人句句都是由衷之言嚟嘅。你犯罪？系。拜见师父。都是你令我最放心，如今风云两堂主音讯全无，为师要专注明日一战，势难分心，所以命你统率三堂，以助我匡扶天下。商议恐怕能力有所不及。为师对你绝对有信心，相宜，我毕生的愿望就是要占圣剑圣，将来天下会掌门一位，非你莫属。多谢师父。天下会强敌当前，为保江山不容有失，哪个对我不忠只有死，同我杀了文丑丑。有冇见过文丑丑？冇啊，冇。嗯，咪走！冇晒我！你师父其实卑鄙小人嚟嘅，佢利用你嘅咋？你乱讲！你背叛师父，应该受死。佢阴谋对付风同云啊！我大日见到人你就明白噶啦，佢就系泥菩萨啦，佢而家俾你师父困住咗啊！文丑丑，你穿着呢套衫好核突啊！咁我而家换件衫同你见泥菩萨啊！天上堂主，挂衣人原来是师父。
战斗，系啊，我要支持佢，我一定要支持落去。我应该点做？九霄龙吟惊天变，风云际会前谁有？剑圣已经到咗红霸堂啦。的决志，十年来老夫虽然已经称霸武林，但系同你剑圣一日未分高下，就如骨在喉，不吐不快。今日有幸你从世代凡，依然霸气十足，我剑23-14若能将你击败，老夫此生无憾。我再用呢把无双剑接招，今日我红霸就要你哋独孤一家败得心服口服。你要等我。是不是人来的？为什么动都不动的？咦？不
唔好走嚟走，我入红花堂。大伯，大伯，小灵珠，我要同你同归于尽。黎菩萨讲过，风云要喺埋一齐，如果咪不成气候。云清，食咗血菩提会增加你功力。真正天下无敌，系你杀死烈风同暴惊云嘅父母，系你吩咐麻影同蝙蝠去杀风师弟，系咪？你冇杀到文丑丑咩？红爸，你太狠心啦！我真系冇睇错人。三个徒弟之中，你最天真妄情，你根本就冇传位俾我，你一直喺度利用我。讲得冇错，我要全武林都知道，令天下人负我，莫要我负天下人，连你都唔例外。云相，你去边度？我要离开天下会。天下会，你用你话嚟就嚟，话走就走。行。原来你哋两个仲未死嘅咩？红爸，剑圣嘅剑廿三虽然系鬼哭神号，但系比我三分归元功仲差些少。十年前我曾经讲过，你唔怕为父报仇咩？我收得你做徒弟，一早就预咗有咁嘅一日噶啦。不可去尽，话不可说尽，凡事太尽，缘分势必早尽。
佢。剑重，除咗系剑个坟墓之外，仲系你两个人个坟墓。三住，其实为师真正最厉害的武功就是用剑。九霄龙吟惊天变，风云际会浅水游。大菩萨，我唔信你批言，我只系信我自己啊！
小姐，小姐，小姐。事太重，缘分势必早尽。我系天拉地啊！啊！走到断水还流，港水清洗不去心中悲忧，千结百丝痛恨，心坎中逗留。一生不懂内疚，每个眼眸猜不透，人像云荡又荡来在天难透。思绪乱无人能明了我忧，能掩盖心里郁结得身边这张袍，袍中是暖暖热暖过的心，因你动情人默认奈何情人去后，从今独奏。水还流，港水清洗不去心中悲忧，千结百丝痛恨，心坎中逗留，望天跟风合奏。